人类共有一个家园，我们是一个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。这是一个孕育希望的时代，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。人类需要和平，联合国号召和平力量，中国与世界携手积极响应行动。面对纷飞战火，中国军队给世界一份安宁。正义不分肤色，和平没有国界。在每一个渴望和平的地方，中国蓝盔让和平如期抵达。面对海盗横行，中国军队守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。This is the China Navy Escort Task Group. If you need any help, please call us on Channel 16. 一个承诺，十年行动，中国海军的航迹编织一片宁静之海。面对灾难疾病，中国军队呵护每一个生命。当地震突发，当海啸袭来，当疫情肆虐，中国军人总是出现在最需要、最危险的地方。和平方舟，和平列车，把爱心与希望送达每一个角落。中国本土无战事，中国军人有牺牲。中国军队积极履行对世界和平的承诺，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，这是中国秉持的安全观。坦诚、开放、自信，这是中国军队面向世界的姿态。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，中国始终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，中国始终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，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。